又忘了吗？来，托你。推着新媳妇儿进村了。那是锁着的。我知道，你拍一下嘛。你非得让我推。推着新媳妇上车了。对，你们家的小姐送你们了啊。媳妇货到付款，货到付款啊。媳妇，我要进村了，就差一个人在后面推我了。你看一下，拍一下整个，拍一下整个，拍一下整个的那个后面。我就差一个人在后面推我了。今晚吃播，对，今晚吃播。有吗？有没有人要来推我呀？对，我是你们的兄弟，兄弟们，今晚给加鸡腿不？打折吗？打折？不打折，不打折。打骨折吧，应该是。红色是什么红色？他们说红色的是什么？哪有红色的？哪有红色的？这个嘛，这个是锁呀。对啊，那个是锁、啊、的。所以说他们问红色什么锁？对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做特别有意思，它是特意的把这个缸子给打烂了，然后里面再养一些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花？有没有认识的？这个有没有认识？刚刚你没有给我念弹幕呀？我说有没有人要来推我？他们说没人推啊。没有人推吗？对，他们只是说打折吗？啊？还没有人推？你确定没有人推吗？我觉得不行，你把我这样推回去，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你没有人推呀、啊。我把你推回去啊？没有人推吗？推了我就是你的了。小九说：“谁把他推回去，谁就他就是谁的，你们谁推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该上了吧。”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因为已经把机会错过了。对，这车是锁的，你推啊？哎，磊哥哥说他推。真的吗？磊哥哥说他推。啊！我要跟磊哥哥回家了。磊哥哥，我要跟你回家了。磊哥哥，快点抱着我回家了。快点，我要跟磊哥回家了。不要这样，我们不是这种人。周二斌说的。真的不是。托尼，我把你推回去算了，带你回去干嘛？哦，不不不不不 ，no， 不可能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？推得动，推得动，推得动，推得动。试了吗？我试过一次，可以推得动。你玩得来。帮我呀！不急，来日方长。石墨啊，他们你们还认识啊？还知道是石墨？对，豆腐西施。有没有人帮帮我？柔弱的小九，他们都说你很柔弱呀。确定吗？一起来，自己人自己人啊！这个是可以用的吗？对，可以用的，本来就好、哦、本来就是好的哦。对对对。哇，大哥真的好厉害，大哥一来就那么快，我弄了这么久才弄了两次，人家大哥一来，哎，停！嘿，大兄弟们，你们666刷起来噻！哎，那这个我们走。兄弟，你做了什么？兄弟，你做了什么？来来来，我们这是什么？这跟牛犁地用的，犁地用的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问弹幕，他知道。对，玩断了，要断了，要断了，一拔就出来了。真的吗？是好的哦。哦，这个就是我知道，农村里面就是牛，然后挂在那个绳子，然后就那个。哎，真的。那个。啊、那个啥，造价赔偿，造价赔偿6000啊！啊，真的吗？雷神之锤！我今天没有要造价赔偿，老板说造价赔偿。
对，老板他嫁给你算了。我他赔给你，他这个呢？这个是刘拉的滚地的。哎，这个你们都是定做的道具吧？对，定做，这都是定做的。现在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很少有这个东西了。对，我们定做的这个东西。这挺好玩的，这还有个。要不你们做？这个，掉啊！吃瓜，吃瓜，吃瓜，请动。我是魏璎珞，我是甄嬛，你们都喜欢做秋千。喂，兄弟，漏点了，漏点了。真的吗？漏点了，你把腿放下去点吧。哦哦，好好，我矜持一点。真的啊？对。点啊，不会吧？不会那么严重吧？他们叫你再高点。还要再高点吗？好好好，那我再高一点。能不能分开？他们叫你能不能把腿分开？不能分开，不能分开。我要弄紧。请注意查收你们的皇后娘娘啊！今天赚大了，对，今天赚大了。谁赚大了？他们啊。为什么？你猜。叫你矜持点，哪个叫你矜持点？哦，对对对，我要矜持一点。这还有一个。这个是那个的吧？打轱辘用的啊，打轱辘用的风车。哇，好热，我站这个位置。现在建筑加进来给我加鸡腿了是吧？哎，可以可以，好久没吃鸡腿了。他说都说让你今晚上给我加个鸡腿。对。哎，这个待会儿造价赔偿怎么办？哎，这来我来。没有，说我来。对。怎么办啊？造价赔偿？我以为老板。辣眼睛，他们送了你一个。说我吗？我辣眼睛啊。不，他们送了你一个礼物叫辣眼睛。我以为我真的辣眼睛。你记得我获吃多少个鸡腿吗？十多个吧，可能。把衣裳拿过来，我要在这跳舞，我要在墨子上面跳舞。门锁了。我给你了呀。这门卡打开的，只能输密码。密码是多少？你也忘了吗？刚刚是谁给你开的？老板给我开的。啊，你再问一下密码是多少的。可以点关注哦，么么哒。肉肠啊，不行的，老板不喜欢我的。杂志大片，欢迎流光大哥哥。你好，大哥哥。我应该矜持一点。我的。你好，你好 ，AV， 什么叫 AV？ 不是 AV 好不好？我们，我要跳舞了，好不搭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去拿音响去了。啊？不对吗？
硬拉。看到没有？肯定好几斤。真的吗？把肚子都走一会儿，他们在这哭。我要跳舞呢。还是不对吗？有种看片的感觉，不会倒。我们趁着现在天还没有黑，多跳一跳舞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很亮的。帐篷了，天哪！哎，我现在是在燃烧你们的卡路里吗？不会吧！我们广告牌在这。哦哦，老板，大声一点啊，没关系，广告牌是吧？没事的，来，大家拍一下。来，老板很小声的给我说一下广告牌在这儿。来，就是这里。大家如果以后想要来成都玩的话，那这样子嘛，为了那个啥，我就在直接在广告这里，一直对了广告。竹园雅居，在三道堰吧。这个广告，好声音啊。我手机在你那里啊、哦、你手机房间没拿给我，我拿给你了，没拿给我，拿过了，对呀、啊、我也记不到，那你要拿着，我也记不到了，我也感觉我很迷茫啊。费用多少，哪个给我费用多少，这个费用吗，我们也不知道嘞，待会老板又出来了的时候我就问一下，应该不贵，应该不贵，退钱退钱，这广告打得上268268。Number nine。谢谢备胎送的飞机。对，橙子什么时候来陪我玩啊？房间是268。请动吧吧吧，可以。唠叨不行哎，对。对，我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，真的。对，被他刷了个飞机。全套多少？谢谢来到这里的直播间。来，后面的吃瓜群众来走一波。来来来。你看这么多。后面有个大叔在偷窥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 ID 吗，在群里面 ID 就叫托尼啊，大叔笑了，对，大叔笑了，大叔开心的笑了。对，很多吃瓜群众。对，我后面还有很多观众呢，要不要来，哇，后面还躲着一个，你看后面的姐姐躲着了，都被吓到了。谢谢二三送的哈皮。主播是个可爱的性感的男孩子。忍不住要爆发了，你爆发吧。
撩妹，我拿什么撩啊？我拿命撩吗，兄弟？压不住枪了，压不住就别压了呗，对不对？你压住枪就不好玩了，是不是？你完事了，你就完事了，这么快？小宠物。谢谢松送的文，哇，谢谢送的飞机，谢谢。英文名我念不出来，我念不来英文哈。谢谢 WU 的哈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没有，刚刚人太多了，我本来想在这个上面。他本来想跳过的。啊？对。要不我把车打开，你推车吧。可以啊，你打得开吗？我帮你举杆。可以可以。哇，不要再把我拉入镜嘛，我都不入镜了平时。这个是好的吧？好的好的。后面。现场把媳妇儿推给你们哈，现场把媳妇儿推给你们哈，这个。不是在燃烧你们的卡路里。没有没有。这个时候我感觉可以给他们放一首卡路里，燃烧他们的卡路里。对，卡路里吧。稍等一下。嗯。你们要是在成都来了，也要来这边。其实这边挺好玩的，玩的东西很多。对，就包括今天下午，你们看到我的，送给你们燃烧你们自身的卡路里啊。对。这什么？说明书。说想书，他给我多一本书。对，我们里面很多老书。是吗？对，房间里。这里挺大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，其实整体来说还不错的。一栋八八八啊，八八八吗？对，三个八，一栋，就是住一栋就是一天八八八。嗯，有多少个房间啊？楼下有两个，楼上应该还有两个的。哦，卖的一手好房。对，我帮你跳的。哎，对，三大爷，三大爷。哎，你怎么的？嗯，没有退，怎么的？兄弟可以狙击的。换一首歌吧。中国未来的危机，什么危机啊？九九之上的感觉，对，一郎你又出现了。看你跳极限木偶，是谁？鼠哥。你知道了吗？一口老血没包住啊！把裙子往上顶了，不能，这么好。对，竖不起方的腰，闪着你们的腰。谢谢问到的荧光棒，局长无上蛇的荧光棒。哎，微视角不走，哎，微视角录好，要不。
真的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，屏幕脏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应该可以吧？哎，你们看到过这里吗？既然刚刚有人问价格了，就说明你们有人要来住了，是不是？说明有人要过来了。对。有一个问，就打个问号什么？什么？再来给点关注，么么哒。射了三次，我没有吧？你们是什么鬼？厉害了，厉害了，谢谢。对，这个对的，你对他们来说是这个。初恋岁月嘛，你举着，你举着，你举着，我不会拍你脸的。哎，这对小姐，对于你们来说就这个，明白了吗？有人看过这个书吗？这是老书，很老的书了，这个书。对，这是一本老书。小姐，对于你们来说就是初恋。看，一天到晚对着他。细节挺到位的，还有茶，就吃茶用的东西吧。茶是喝的，不是吃的。我说气，我说气，我不是吃。可能我没听清吗？对呀、啊。我的错。对，细节真的不错，很干净。机公车来了。机公车来了吗？你要